声，两人对看你偷偷惊我，梦不是眠梦，过了今日是相恋的命，命敢是运命，当世的人愈世愈慢。好啦，这一次这一张新专辑里面呢，一首主打歌叫《从今以后》，就是我前几张专辑呢都没有那种很适合在婚礼哦，因为之前有去唱过几次婚礼，然后我就觉得都是唱别人的歌，对，你说唱别人的歌，没有唱到自己的歌，对，过来写一首结婚可以、婚礼可以唱的歌。然后呢，我写完曲之后，我就一直在想说，歌词我想不出来，所以我就邀请了我的这个金曲的作词老师，叫做阿霞老师。然后我觉得他的词填得非常 棒，而且他填很快，很厉害。然后其实这次最厉害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的 MV 女主角。所以说我们掌声，掌声。真的很厉害，但他刚刚一直跟我抱怨说，我害怕哭一整天了。对啊，我今天哭一整天嘞，我明天还要拍戏。对，他明天。我眼睛明天一定会很肿。刚刚就是有人一直问我说，我们两个已经这么熟了嘛，对不对？拍这种亲密戏会不会尴尬？你觉得会吗？一开始会。你会？嗯。我怎么看不出来啊？不是，我才觉得你很享受哎。你知道他跟我在拍戏的时候，我们两个明明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亲密的戏，就只是一个嘿，嘿，嘿，然后我就这样牵起来。然后最扯，最扯的就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在外面哦，遇到很多人都会说：“哎呀，你某太某来啊！”真的以为她是我老婆、啊。那个时候拍《黄金岁月》的时候，我们还没有那么熟。对。然后结果正要熟的时候，哎，没了，杀青了。所以这一次就刚好再延续一下妮娜跟伊万。对对对对、嗯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听歌，好不好？对，然后来看看我们的MV， 我们很用心的在拍，还有谈恋爱也谈得算蛮到位的啦。对，你们应该也期待了吧？嗯，要锁定哦，敬请期待。嗯，为你拼，为你牵挂，从今以后。